见闻利益品第十二，以是世尊从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豪上光。所谓百豪上光、大百豪上光、瑞豪上光、大瑞豪上光、玉豪上光、大玉豪上光、紫豪上光、大紫豪上光、青豪上光、大青豪上光、碧豪上光、大碧豪上光、红豪上光、大红豪上光、绿豪上光、大绿豪上光、金豪上光、大金豪上光、庆云豪上光、大庆云豪上光、千轮豪光、大千轮豪光、宝轮豪光、大宝轮豪光、日轮豪光、大日轮豪光、月轮豪光、大月轮豪光、宫殿豪光、大宫殿豪光、海云豪光、大海云豪光。于顶门上方如是等豪上光而出微妙音，告诸大众、天龙八部、人非人等，听闻今日于脱离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于人天中利益等事，不思议事、超胜因事、正十地事、不敬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事。说是与时，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，从座而起，胡跪合掌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，怜悯罪苦众生，于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身，所有功德及不可思议威神之力，我闻世尊于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：正使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说其功德犹不能尽，向者犹蒙世尊普告大众，欲称扬地藏利益等事，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思议事，令天龙八部瞻礼获福。佛告观世音菩萨：如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，若天若龙、若男若女、若神若鬼，乃至六道罪苦众生，闻如名者、见如形者、恋慕如者、赞叹如者，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，常生人天，具寿妙乐，因果将熟，于佛受记。如今具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，听吾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之事，如当谛听，吾今说之。观世音言：唯言世尊，愿乐欲闻。佛告观世音菩萨：未来现在诸世界中，有天人受天福尽，有五须上言，或有堕于恶道之者。如是天人若男若女，当现上时，或见地藏菩萨形象，或闻地藏菩萨名，一瞻一礼，是诸天人转增天福，受大快乐，永不堕三恶道报。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花、衣服、饮食、宝贝、璎珞、布施供养，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。复次观世音：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临命终时，得闻地藏菩萨名，一声力已根者，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。何况临命终时，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舍宅、财物、宝贝、衣服、塑画地藏形象，或使病人未终之时，眼耳见闻，知道眷属将舍宅、宝贝等为其自身塑画地藏菩萨形象。是人若是业报合受重病者，成施功德，沉积随遇，寿命增益。是人若是业报命尽，应有一切罪障业障合堕恶趣者，成施功德，命终之后即生人天，受成妙乐，一切罪障悉皆消灭。复次观世音菩萨：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，或与布施，或三岁、五岁、十岁以下，亡失父母，乃及亡失兄弟姊妹，是人年纪长大，思忆父母及诸眷属，不知落在何处，生何世界，生何天中？是人若能塑画地藏菩萨形象，乃至闻名，一瞻一礼，一日至七日，莫退初心，闻名见形，瞻礼供养，是人眷属假因业故堕恶趣者，计当劫数成施男女、兄弟姊妹，塑画地藏形象，瞻礼供德，沉积解脱，生人天中，受胜妙乐。是人眷属如有福力，以生人天，受胜妙乐者，即成施功德，转赠圣恩，受无量乐。
是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，念其名字，满于万遍，当得菩萨现无边身，具告是人，眷属世界。或于梦中，菩萨现大神力，亲令是人于诸世界见诸眷属，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，至于千日。是人当得菩萨显所在土地鬼神，终身维护，现世衣食丰盈，无诸疾苦，乃至横事不入其门，何况及身。是人不竟得菩萨摩顶受记，复次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，欲发广大慈心，救度一切众生者，欲修无上菩提者，欲出离三界者，是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，至心皈依，或以香花、衣服、宝贝、饮食、供养、瞻礼，是善男女等所愿促成，永无障碍。复次观世音，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，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、百千万亿等事，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，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，复愿地藏菩萨具大慈悲，永拥护我，是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。复至观音菩萨，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，于大乘经典心生珍重，法不思议心，欲读欲诵，众愚名师教示令熟，玄德玄王动经年月不能读诵，是善男子等有宿业障未得消除，故于大乘经典无读众圣。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，见地藏菩萨像，具以本心恭敬陈佛，更以香花、衣服、饮食、一切玩具供养菩萨，以净水一盏，经一日一夜安菩萨前，然后合掌请服，回首向南，临入口时至心净重，覆水记笔。慎五身酒肉、邪淫妄语及诸杀害，一七日或三七日，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，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，于是人处受灌顶水，其人梦觉即获聪明，应是经典，一力以根，即当永记，更不忘失一句一偈。复次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，求者乖愿，或多病疾，或多空虚，家宅不安，眷属分散，或诸横事，多来五身睡梦之间，多有惊报，如是人等闻地藏名，见地藏形，至心恭敬，念满万遍，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，即得安乐，衣食丰益，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。复次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，或因自身，或因公司，或因生死，或因急事，入山林中，过渡河海，乃及大水，或经险道，是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，所过土地，鬼神维护，行住坐卧，永保安乐，乃至逢于虎狼狮子，一切毒害不能算之。佛告观世音菩萨，是地藏菩萨于阎浮提有大恩缘，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，百千劫中说不能尽。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流布是经，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。以是世尊而说解言：吾观地藏威神力，恒河沙劫说难尽，见闻瞻礼一念间，利益人天无量事，若男若女若龙神，报尽应当堕恶道，至心皈依大士身，寿命转增除罪障，消失父母恩爱者，未知魂神在何处，兄弟姊妹及诸亲生长而来皆不食，或素或画大士身，悲恋瞻礼不暂舍，三七日中念其名，菩萨当现无边体，是其眷属所生界，众堕恶趣寻出离，若能不退是初心，即获摩顶受圣记，欲修无上菩提者，乃至出离三界苦，是人既发大悲心，先当瞻礼大士像，一切诸愿速成就，永无业障能遮止。有人发心念经典，欲度群迷超彼岸，
虽立事缘不思议，旋读旋亡多费时，诗人有业障惑故，于大乘经不能记。供养地藏以香花，衣服饮食诸玩具，以正水安大事前，一日一夜求福之，发因众心慎五身，酒欲邪淫及妄语，三七日内勿杀害，自心思念大事明，即于梦中见无边，觉来便得利根耳，应是经教力耳闻，千万生中永不忘，以是大事不思议，能使诗人获此慧，贫穷众生及疾病，家疾空虚眷属离，睡梦之中息不安，求者乖为无清睡，自心瞻礼地藏像，一切恶事皆消灭，至于梦中尽得安，衣食丰饶神鬼护，欲入山林及渡海，毒恶禽兽及恶人，恶神恶鬼并恶风，一切诸难诸苦恼，但当瞻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，如是山林大海中，应是诸恶皆消灭。观音至心听吾说，地藏无尽不思议，百千万劫说不周，广宣大士如是力。地藏名至人若闻，乃至见像瞻礼者，香花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寿妙乐。若能以此回法界，不竟成佛超生死。是故观音如当知，普告行沙诸国土。